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，我是吴新宇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是继续的长兴讲座中的那个打入的这个问题。一个场均的形状啊，白棋往这里拆一个，这个是个好点，黑棋挂角，白棋跳，这个是正常的啊。以后这里走一手当然是非常大啊。那么被黑棋抢去以后呢，那么接下来白棋这块棋明显呢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弱点，产生一个弱点。那么这个弱点呢，就是说黑棋在这里有一个强烈的打入手段啊，强烈打入手段。那么这个打入以后，它有多大的严厉性啊？白棋又应该怎么下？我们呢，这个本期呢来研究一下啊，来研究一下。首先呢，作为啊白棋来说，你简单的补一个是不太肯的，这意思是不太肯，就是说黑棋我一拆你就补，那么就是说被黑棋白白的先手便宜了啊，这个白棋肯定暂时不会补的，那么这个打入呢就是存在的。黑棋打入以后，白棋呢无外乎呢也就两种下法，一种呢是压一个，一种呢是尖一个。跳一个肯定呢是不行的，因为被黑棋这个一跳出来以后，这两个子马上就变成孤棋了，而角上呢还牵着一个飞啊，这个角上还有可能被黑棋收挂，所以呢这个跳是肯定不行。那么呢我们就看看这个压怎么样啊。压一个以后呢，黑棋的这个招法其实呢也非常的简单啊，就是往回顶啊，往回顶。藏这个不行，藏这个就是实在是太贪了啊，这个一退以后这里面不容易做活，太贪了，那么就是顶这个。白棋呢也是只有压啊，只有压。如果你退这个，那么呢这里被黑棋一冲啊，一冲这个一断以后，这个棋形啊可以说是崩掉了，这里得补，补完被黑棋一扳崩掉。那么白棋呢就只有啊打入的时候呢只有这个压入，这个那么然后黑棋再扳啊，扳过来，白棋粘上啊，白棋粘上，黑棋呢就退啊，黑棋就退，连通。这个图呢黑棋打入白棋以后啊，获得了破掉白棋的不少空啊，自己也获得了不少的实地，这个结果可以说呢黑棋非常满意啊，这个实地获得这么多以后也把这里给加强了啊，这人间接的把这里加强了。而对于这个棋形以后啊，白棋如果再硬一手当然也不小，那么黑棋先手获利很多啊，以后还有这个扳一个点一个啊，这些借啊，这个点一个的借用。那么白棋如果不走呢，那么黑棋大家需要注意一点，这个黑棋呢藏一个非常很大，但是呢这个形状不是藏一个啊，这藏一个白棋就接上，那白棋呢还能接受。黑棋要走的话呢，它会更加狠的挖一个，破坏这个白棋的棋形，破坏白棋的棋形。白棋啊从上面打的话呢，那黑棋就接上啊，接上这个外面，这个
明显呢要多出了两个段的味道啊，两个段的味道它就多了。如果从下面打，那么黑棋就跟白棋作战啊，这个白棋呢有点辛苦啊，有点辛苦。虽然你能立一下啊，那我挡住。这四个子，这四个子被断在这个外面，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难受啊，非常的难受。那个，由于黑棋这个拐还是先手，还是先手，这个白棋啊，作战不太有利啊，这四个子太比较苦，这个呢白棋不好，大概白棋呢也只能从上面打。也只能从上面打吃啊。那么由于还残留有一些这个手段，那么呢白棋这个结果一般来说啊是不会接受的，这个结果白棋不好啊。那么白棋如果不粘虎直接虎一个啊，虽然他是先手啊，也防止了你这边的挖，你不走呢我要断打，但是呢这个子被黑棋吃掉，黑棋这个目数厚薄啊，以及对中间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区别，这个也是白棋他不能接受的。这地方的目数黑棋长了不少啊，关键黑棋还吃掉一个以后非常的厚啊，这个头一抬起来了以后对这边的发展不少，以后呢这个地方白棋还残留着一个断点，这个呢可以说呢是白棋啊也是不容易接受的，不容易接受的。那么反过来也就是说白棋的这个压也被黑棋顶，没有不好办，黑棋就一顶过，这个白棋没好的结果，也就是说呢白棋这一压是不好的啊，这个压是不好。那么白棋呢应该呢正确的下法是小尖一个啊，小尖。当然啊也是就是说在小尖之前啊可以压一下，你推啊我再尖啊，是不是交换一下对这边呢能有所帮助，但是呢其实呢这个压对这边的这个帮助呢它也并不是很大啊，并不是很大。第二个呢压一个本身是有可能是损的啊，是损的，所以呢暂时呢没有必要啊在这里压一下，就直接尖一个啊，再尖一个。那么接下来黑棋当然要冲，白棋帮助冲完了以后黑棋怎么办啊，这个是需要这个注意的啊，直接搬出啊，这个是好像明显不太行啊，被一断就死在里面了。这个你要断打这个弃子呢，这个被白棋吃的还是有点大，这个被吃的，这个打入完了以后全死，关键这个头被白棋藏出来，这个不行。不弃呢在这里呢已经呢可以说是没有生存的空间啊，没有生存的空间。断这边啊也不行，断这边呢白棋打，白棋肯定要打，他不会退了，退了这样退啊，即使弃子呢这个对杀也有点搞不清，即使黑棋死了先手封住了，黑棋也可以考也不错，但白棋会打。黑棋打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先让白棋拔朵花然后自己再跑的话这个结果不行，这样白棋可以压回来。这个黑棋肯定不能先让白棋就是说随便的提花啊，不能白棋随便提花。那么黑棋啊肯定呢也就是呢只能藏，那白棋退啊，白棋退。这个底下啊一这个两手对这个做活依然没有任何帮助，而且有可能呢自己又走出一块孤棋来，你这个分头是分不准人家的，你拐人家就退啊。所以搬和断啊现在呢都是不行的。那么黑棋这个时候啊
正确的下法呢，就是拖，就是拖一个，这个正确的下法就是拖一个。拖一个白棋呢，当然了，不会让黑棋这个简简单单轻松的就拖过去啊。白棋呢肯定是要分段，白棋是搬。搬这个呢是不好啊，搬这个不好。搬这个分段啊，虽然它黑棋断的时候你能粘上，还能粘上分段它。但是你这个先被人家吃掉一个子，这个黑棋已经活了，这个白的不行。这个黑棋吃掉一个以后，活的是非常的这个轻松啊，可以说是活得非常轻松。这个白棋不行。那白棋呢，也只有从外面来搬啊，从外面来搬。这样之后黑棋退，然后呢？白棋粘上啊，白粘。接下来啊，黑棋怎么走？这个呢，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啊，关键问题。黑棋啊，我们刚才说依然不能从这边出来，你现在搬它还是可以断。那么如果你还先断这个呢，白棋也就打啊，这个还是跟刚才结果是一样。那么黑棋如何走呢？黑棋如果想求活，飞一个，或许呢是有希望的啊，是有希望的。但是呢，白棋肯定要靠住啊，靠住。黑棋并一个啊，是可以活的，依靠着这个弯先手。那么白棋应一个啊。黑棋啊，这样虽然能做活，但是呢，这个很明显，活的呢是比较委屈啊，比较委屈。嗯，外面呢，白棋呢，没有受什么损失，能搬到这里啊，把这个子，这个黑棋呢，碰伤的很厉害。总的来说呢，这个结果就是说呢，黑棋虽然破掉白控，但是呢，由于自身活得太小啊，这个活得太小，而且呢，把自己这个子完全呢给伤害了，这个结果呢，黑棋呢是不能满意的啊，黑棋是不能满意的。还有就是说呢，我如果搬啊，那白棋即使退，黑棋粘，黑棋这样啊，比刚才呢或许活得大一点点。这个黑棋比刚才活得稍微大一点点，但是呢，白棋外面呢相对也要结实一些。这个结果呢，刚才是大同小异啊。这个黑棋呢，依然呢是不能满意的。那么，在这个时候，一时啊急急忙忙搬出去断出去啊。也不行啊，搬出去断出去呢也不行，急急忙忙啊在这个里面求活，这个呢也不好。那么呢，这时候黑棋怎么办呢？其实黑棋这时候也有他的好手，就是呢反过头来考验一下白棋啊。那么这步棋呢就是夹啊，这个夹白棋呢就要小心了啊，他不是黑棋简单的我加一下先手便宜一下啊，这个他是也是暗藏这个杀机啊，这个加一个。白棋啊，如果要分断这个黑棋，那么呢他有两种方法啊，一种是立下来，一种呢就是搬一个。首先看这个搬，这个搬呢一般在平时来说，就是这个搬对这边的威胁啊比较大，
比例和力相比呢，这个扳一个紧住它的气的，而且第二个以后进来啊，甚至于说扳二指头，这个呢威胁比较大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扳这个自己的毛病啊，漏洞也就出来，那么黑棋现在可以扳这个了，黑棋现在可以扳这个。这样的话呢，白棋啊就不能断了，白棋如果一断啊，黑棋就这一吃一口气啊，一气吃了就变成，这个等于是白棋要崩溃，等于变成一气吃了。那么扳的时候已经不能断了，那也就只有藏了啊，只有藏。那么这样啊，被黑棋粘上跑出来，这个结果白棋肯定不行啊，肯定不行。因为他加一个，你这个扳这里黑棋稍微损失了一点，但是你这里还得处理啊，而且你整块白棋这个不知道谁能抢到这个啊，就是说一旦被黑棋跳起来以后，整块白棋都有可能成为一块孤棋。这个呢结果呢白棋呢不能接受，所以在这个加的时候啊，加的时候呢白棋扳不行，扳不行的力怎么样啊，力它呢就是说呢也有个好处啊，有个好处就是说呢防止了斩，就是黑棋扳了一口气打，一口气就是说吃掉白棋的手头。现在黑棋扳白棋可以断了，黑棋打吃，现在吃这个不行了，现在吃这个即使外面争执有利也没用，你挡住的话这一打是死。那么暂时看来啊，这个黑棋呢还是搬不出去，不过呢现在搬不出去啊没有关系，黑棋呢现在可以击飞啊，先要求做眼，先要求做眼。白棋如果简单的补外面啊，补外面，那么黑棋可以跳，可以跳。这个呢，黑棋活的本身呢还算比较舒服啊，比刚才那么缩在里面活呢要舒服一点点。更重要的是呢，这两下啊被这个黑棋便宜到了，这个也是可以说这两下也是黑棋啊，了不起的便宜，这个黑棋完全可以说是呢可以接受。那么白棋呢肯定还是想再杀这个黑棋，这时候黑棋呢可以把白棋退。如果白棋断不好啊，白棋断了黑棋就可以打吃的，这个图白棋不行啊，虽然白棋吃着了这几个子，但是这个地方被黑棋一冲以后，白棋呢脚上呢不保，脚上死，这个转换，所以说两个人吃的目数差不多，但是本来是白棋的空啊，是吧？本来这个好白棋好几个子，两个人得到的结果一样，那白棋肯定是明显吃亏。白棋退，白棋要退，这时候。有了这些交换以后呢，黑棋第一呢它可以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，简单求活，甚至就是顶着张上求活啊，便宜到这一下呢损失有所挽回。但这个关键之势啊，这个白棋在这里这个用强的话，自身棋形会出现很大的问题，那就是黑棋
可以搬出来。这个白棋啊，棋形已经可以说，几乎快要崩溃了。你在咬着牙断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啊，黑棋有这个压的先手了，有这个压的先手。压的时候呢，白棋也就是只能钻了。然后黑棋多了这个压的先手以后呢，又会产生这个压的先手，这个压。压完以后，如果退，这个一跳啊，本身这里面就是对杀，对杀白棋就危险。这个对杀白棋啊，棋不够，这个白的不行。所以说呢，当黑棋飞的时候啊，白棋再去靠，这个棋形呢会有问题。那么白棋如果虎这个呢，黑棋本身想活的话，会比刚才活得舒服一些。第二个呢，黑棋在这个气长了以后，根据局面的情况啊，这个情况它也有可能还可以搬出来，这个他就打，打了以后呢，压，这也有可能。白棋啊，对这个也要小心啊，白棋对这个也要小心。你看这里白棋只有跑出来，啊，白棋怎么跑？我们先不管啊，这个还得小心。趁这一打，白棋这个逃跑的路线要注意啊，也不是那么轻松的就跑。如果你走这个，这个黑棋长总是先手了，黑棋一打，他以后这边把这边的便宜走完以后啊，他可以不急着打了，然后一冲，这个子就死掉了，让你吃在这。搬在这里也还是有这个打，所以这个白棋出头啊，你弯着出头又不像话啊，白棋也就只有这样出头。那么黑棋通过这一长啊，或者说直接打也可以了，就是说呢，然后继续封锁这个白棋啊，这边以后留有一些利用。这个地方白棋怎么出头还是个问题啊，即使白棋啊，如果是只是收气吃掉黑棋呢，那黑棋的结果呢也可以满意啊，也可以满意。通过这个收气啊，在这边收气以后，这里还有一些利用，让白棋缩在里面啊，这么吃掉黑棋。这个棋来说呢，黑棋啊也是可以考虑的啊，黑棋也是可以考虑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就这个棋来讲啊，来讲这个对黑棋啊飞一个以后呢，这个白棋啊，就是这个不是啊特别好意啊，不是特别好意，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下法啊。退一个呢，他活得比较大啊，靠住呢也被人家一扳呢，这个棋形要出问题。虎一个呢，虽然是可以，但是呢，黑棋呢有可以多的一种选择，是吧？他有可能就是退一个就活了，也有可能啊，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，他依然给你扳出去啊。这个当然，这个扳成不成立，还要根据周边的一些情况，依然呢有这个扳出去的可能性。作为白棋来讲呢，我们觉得这个危险性呢，还是这个是比较大的啊，比较大的。那我们总结啊，研究完以后呢，觉得啊，在被这个黑棋夹了以后啊，这个棋啊，这个棋就是说呢，白棋啊下去呢，有一些这个过分了，有一些过分了，所以。对于这个啊，打入以后，这些可能都是必然的下法的话，那么当黑棋夹的时候，白棋正确的下法呢，就是说呢，不要去主动，白棋正确下法，
一个呢，一种呢，不主动的话，一种呢就是单退，单退。这个呢是，最后势的下法，后势的下法。那么黑棋度过，然后呢，白棋呢，可以考虑搬，再搬。由于黑棋啊，它只是在这个一路度过啊，在一路度过，没有什么，不像刚才直接二路，就是顶完以后二路搬过的，这个一路度过呢，由于黑棋这个目数上呢，会差很多，白棋呢也呢就可以呢，暂时呢可以就是说勉强接受了，黑棋搬呢，白棋呢就退。这个棋就是说，白棋呢，虽然说啊，在这个实地上稍吃亏了啊，吃亏了被黑棋打到吃亏，但是呢，也是没有办法的。这样呢，可以说是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变化啊。感觉上呢，是黑棋要得利益的，但是呢，白棋呢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。这个说明这个打入呢还是比较厉害啊。这个搬的时候，这个段呢就不用怕了。这个白棋，因为这个棋啊头也很宽，眼位也很多，这个黑棋的这个段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，没有什么太大意义。当然，在这个图啊，大家就是记一下啊，这个可以说是双方局部正确的下法啊。那么，在这个时候呢，白棋当然呢，想灵活一点，不退这个，直接搬这个的变化也有啊，也这个也你黑的要是度呢，我就暂时不走这个，我先把这个抢到啊。当然黑棋呢，如果搬呢，白棋呢就应你的。这个地方以后你再搬呢，我就都退让算了，都退让算了。反正你这个已经能连通了，那我呢就都退让算了。你要是连通从这边跑回去呢，我就应你个吧。这样呢，白棋呢就是也是可以考虑的下法，但是我们总是觉得不如刚才，就是说退在这里啊，不如刚才退在这里呢，那么厚实。当然呢，根据这个情况，你也可以啊考虑，就是说搬在这里呢，就是说呢，选择一种就是说灵活的下法。还是需要注意点的，就是说呢，这里的一些变化跟白棋的这个压啊，我们前面提到过了，即使走着一下，似乎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啊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。这个棋呢，暂时还是不交换为好。虽然搬这个很灵活，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啊，这个是白棋比较好的应对啊，比较好的应对。这个是白棋呢，最佳的应对。以后呢，这一飞啊，黑棋呢，这个都得缩回去。那么呢，这个打入来讲，黑棋呢还是比较有利的。今天的讲座呢，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再见。